안녕하세요, 송丽艳입니다. 大家好，我是宋丽娟。 오늘 배운 내용은 묘사와 관련된 것입니다. 这节课我们将学习和描写有关的内容。首先看一下这节课的学习目录。第一节课还有第二节课呢，我们将学习和颜色有关的词汇。第三节课我们将学习喝的不规则变形。然后第五节课呢，我们将会学习形容词修饰名词的用法。最后一节课我们将学习对话的综合练习。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呢，我们可以描写人或事物的外形以及颜色。首先看一下这节课有关的单词，来看一下第一个单词，红色，빨간색，빨간색。好，再看一下括号里面的单词，빨강，빨강。 这两个词呢都是名词，它们两个的意思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说红色的裙子，可以这样说빨간색치마，也可以这样说빨강치마。好，再来看一下第二个橙色，주황색，주황색。后面주황，주황。 括号里面的单词和前面的单词呢，意思是一样的。再来看一下第三个黄色，노란색，노란색，노랑，노랑。再来看一下下一个绿色，초록색，초록색。最后一个파란색，파란색。 括号里的파랑，파랑，它的意思呢是蓝色或者是青色。但是这里大家要注意一点，大部分韩国人呢，他们对绿色还有青色没有具体的区分。比如说，我们看到信号灯的时候是绿灯的时候，韩国人经常会这样说파란불，파란불，他们会说是蓝灯。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每个国家，每个国家的认识里面，他们对颜色的认识都是不一样的。来，第一个单词到最后一个单词，一个单词跟我读两遍，빨간색，빨간색，빨강，빨강，주황색，주황색。 주황，주황，노란색，노란색，노랑，노랑，노랑，초록색，초록색，파란색，파란색，파랑，파랑。再来看一下这里的有关颜色的单词。 大家看一下这里，颜色这个单词可以这样说，跟我读 ，색깔，색깔， 它的意思是颜色。来看一下第一个蓝色，蓝色，蓝色。大家要注意一点，这里的蓝色呢，一般说的是颜色有点深的深蓝色。好，再来看一下下一个，보라색，보라색。 它的意思是紫色。再来看下一个棕色，칼색，칼색，하늘색，하늘색，它的意思呢是天蓝色。大家还记得天空这个单词怎么说吗？嗯，하늘，하늘，它是一个合成词，是由하늘还有색这两个。 合起来的一个单词，再看最后一个，흰색，흰색，하얀색，하얀색，白色。好，这里的单词一个单词跟我读两遍。第一个，남색，남색，보라색，보라색。
보라색갈색갈색하늘색하늘색흰색흰색最后一个하얀색하얀색好，相信这些单词呢，对大家来说是小菜一碟。下面我们再来练习一下，当一个颜色修饰一个名词的用法。我们来表达一下蓝色的帽子怎么说？남색모자，남색모자。再来说一下紫色的裙子怎么说？보라색치마，보라색起码再来说一下棕色的外衣갈색코트갈색코트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下天蓝色的连衣裙하늘색원피스하늘색원피스好最后我们说一下白色的裤子흰색바지흰색바지或者说하얀색바지하얀색바지好下面我们来做一下练习大家看这里我说汉语大家说出相对应的韩语首先看第一个红色好跟我读一下빨간색빨간색第二个橘黄色주황색주황색再来看下一个黄色노란색노란색再看下一个绿色초록색초록색好再来看一下下一个蓝色파란색파란색好再来看一下这里这是什么颜色天蓝色跟我读하늘색하늘색好再来看一下这里跟我读남색남색一般指的是深蓝色再来看一下这里紫色跟我读보라색보라색再来看一下这里白色跟我读흰색흰색上面하얀색하얀색好有关颜色的单词大家都掌握了吗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再跟我读一遍白色하얀색하얀색흰색흰색黄色노란색노란색橘黄色주황색주황색红色빨간색빨간색再来看一下下一个天蓝色하늘색하늘색好再来看下一个绿色초록색초록색再看下一个蓝色파란색파란색深蓝色남색남색紫色보라색보라색好我问大家무슨색깔좋아해요무슨색깔좋아해요大家喜欢什么颜色저는하늘색좋아해요
저는하늘색좋아해요。我喜欢天蓝色。大家呢？希望大家和朋友来做一下对话练习。你喜欢什么颜色？我喜欢。好，这节课呢，我们学习了和颜色有关的名词。每个国家对于颜色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希望大家回去多加练习。这节课呢，有两个作业。第一个作业，说一下自己喜欢的颜色。第二个作业呢，尝试用颜色来描述身边的事物。希望下次与大家见面。다음시간에도만나요。